好。 你住这里几年了？我住68年。哦，68年了，哇！哇，4岁就来这里。哦。都习惯了，在这里。习惯了啦。都没有想到这么多。很美哦。啊？我觉得这里比较好嘞。你们年轻人以前没有看到，就感觉到漂亮。啊。它是在我们这边坐久了、看久了哈，你就做得很大业了。啊哈哈。就乡村是好，很自由，但是工作很多做不完。哦。如果你 喜欢种花种树，你不打理了，不是变成森林，所以你就要照顾。哦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回去马来哥啦，我有回了第三那边马来哥啊，对，哪里啊？Justin啊，你知道吗？是我的 family 在那边啊，所以我以前有小时候有住。我的婆婆也是马来哥的人。哦，马来哥啊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有一点这样爸爸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他们大多数 Christian 比较多。哦。 但是我是佛教徒，我不是鬼仙。什么都好了，OK 啦。因为我怎样呢？因为我是因为我生病，生病之后找到没有医生医我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我梦到达摩祖师，变成我进佛门。原因在这里来的。我很好笑的，我爷爷没宗教，婆婆是 Christian， 我爸爸就拜躲背公，那我爷爷也一样拜躲背公嘛。那时明你我生病的时候没药医哈，就是梦到达摩祖师变成我拜佛，前世今生真的跑不了，最需要啥呀？
有宗教没宗教都是一样，对对对，只要你的心好善良，能够布施，能够帮助别人就很好了，对对，其他都不用去想，对对啊，不要计较太多啦，什么都 OK。 嗯，对对。OK， 拜拜，好，谢谢你哦，拜拜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来这里走走。 Thank you， 拜拜。哦，你马来文讲得很好嘞。哦，因为马来村里面嘛。哦，这里算是马来村啊。因为应该不是马来村，没有马来人。哦。所以他们有的人说马来人多，就叫马来村好了，随便的。哈哈哈哈哈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哦 ，Thank you。